新闻一开始来看到这个惊险的追捕场面，彰化市有一名嫌犯三月份伫咧彰化市甲警方发生枪击，逮捕了后交保。最近嫌犯这个身躯顶阁炸着大量的毒品甲枪击枪弹，警方接到线报，讲嫌犯哦出现伫咧彰滨一间病院急诊的门卡口，要求毒贩当警局，但身材宽大的嫌犯煞凶凶哦激烈反抗，甲性命完警拍拍做伙，一阵混乱当。当中，环境总算是个嫌犯制服。哎，谁来见？啊啦！去办会。啊，办会呀！身材真宽大的嫌犯看到警方就将搬走，想要绕跑。嫌犯气力真大，性命完警安怎就是抓无三一条，最后被其中一名完警压制，才束手就拔。来来来，王警！王警！来来来，我上去。我算是啊！先等一下，先等一下，帮我压制一下。先不要看，先不要看。三年了，我算是啊！顽强抵抗了哈，后来以本文级严谨发生，拉扯及压制，遭本文级严谨压制后，以身上包包内查获，子弹20颗及改造枪管4支，还有毒品咖啡包。前案依枪爆弹药盗窃管制条例，还有毒品流量指条例，移送地检署侦办。原来这名监视嫌犯三月份伫咧彰化市甲警方开枪，羁押核准了后，五月份被放出来，也是真呛讲，身躯顶藏有毒品加枪支，人一出现伫咧病院附近，警方准备抓人，是伫咧卡房内边发现着枪支20点、枪管4支、空的弹壳4点、毒品加背包20包，最后嘛依照违反毒品条例甲枪炮弹药上班。大中华新闻林桂陆港采访报道。